大家好，我是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很多人都很喜欢在网上留言按赞，反应好像很热烈，很积极的样子。但是，当大家待在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呢，或者是可能朋友打电话来的时候呢，反而那种反应还显得没有那么的积极。反正觉得我会认为，反正觉得比较冷淡一些，在资讯不发达，然后没有手机的年代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人情的那种情感亲戚朋友的交流呢，反而显得比较浓厚一些，而且大家都对猜疑的这种想法呢，反而显得比较没有那么多。会觉得说，大家的互相信任呢，是一个最基本上我们做人最基本的一种礼貌，一种表示。但是呢，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呢，2021年呢，我会觉得说，朋友跟朋友和亲戚的交流之间呢，反而没会显得很冷淡。甚至我有遇过，当我打电话给别人的时候呢。对方呢，他们不是说，好久不见啊，你最近好吗？这种问候语，反而对方的反应呢，会显得比较有警惕，然后会觉得说，你到底打来呢是有什么要求，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资讯的发达呢，跟科技的便利呢，并不是想让大家会有一种懒散的或者懒惰的一种行为，甚至连大家交谈的内容，大家的互相交流呢，可能会浪费了他们很多的时间，甚至说可能他们并不想在这方面多花一些时间跟精力吧。其实可能大家的话题都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圈子也不一样，会觉得说可能大家的比较不太熟，越来越没有那么熟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话题好聊，所以大家就不想把这些精力呢花在交流方面，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因为资讯的发达呢，跟很多事件的发生呢，让一些人觉得，自身的利益为重。意思就是说，当我跟一些人交流或者沟通的时候，我会把利益放在前头。如果对方不能给予你相对的利益，或者你可能对他没有用处的话，他会不想把精力放在这方面，不想多花时间跟对方沟通。然后第三呢，就是就像我所说的，很多人会觉得因为突然间或者是可能别人打电话过来，基本上都是因为他是对方想在你身上索取一些关系或者一些利益的一些好处吧，但是我会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呢，跟交流呢，不只是利益为上而已。如果任何东西和什么东西都以利益为考量的话呢，那个人他除了只有钱、权力和利益之外，其实你本身心里还剩下什么？我的看法就是，就像我的标题一样，别让自己变成机器人，请不要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呢，都当成是一种交易。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期见。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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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The bop-bop.